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帝国对决：一战风云》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海狼的咆哮，U 型潜艇猎杀游戏；二、贝尔福宣言，犹太民族的家园承诺；三、巨炮轰鸣，维米岭战役的火力风暴。内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海狼的咆哮，U 型潜艇猎杀游戏。各位海洋历史爱好者。 战略游戏迷以及那些对潜艇咆哮声情有独钟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那个让人心跳加速、紧张刺激的话题——海狼的咆哮。U 型潜艇猎杀游戏。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二战期间那个潜艇战术达到顶峰的年代。德国的 U 型潜艇，或者说 u b o o t 它们就像海底的狼群，悄无声息的游弋在大西洋的深蓝之中，寻找着猎物。这些潜艇的任务是简单而直接的：猎杀盟军的商船，切断英国的补给线。 让岛国的抵抗力量陷入饥饿和绝望。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实，《海狼的咆哮》这款游戏，它让玩家扮演一名 U 型潜艇的指挥官，你得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潜入敌人的船队，发动攻击，然后像幽灵一样消失在浩瀚的海洋中。这不仅仅是一场游戏，这是一次对智慧和胆量的考验，是一次对历史的模拟体验。想象一下，你在潜望镜下紧张的注视着目标，计算着距离、深度和鱼雷的速度，然后火的一声令下。 鱼雷划破寂静的海面，直奔目标而去。接下来的几分钟，你几乎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直到轰一声巨响，目标被击中，海面上升起一团火球。这就是你的海狼咆哮的声音。但别忘了，游戏中的海洋并不总是那么宽广和包容。盟军并不是坐以待毙的羔羊，他们的驱逐舰和飞机也在四处搜寻着你这只狡猾的海底狼。一旦被发现，你将不得不进行一场生死逃亡。 或许还要在深海中进行一场激烈的猫鼠游戏。《海狼的咆哮》不仅仅是一款游戏，它是对那段历史的一次致敬，是对那些在深海中冒险的勇士们的记忆。它教会我们战略、耐心以及在压力之下做出决策的能力。而且，如果你在游戏中沉没了几艘船，别担心，这只是虚拟世界的水泡，你可以随时重新开始，不会有真正的海水浸湿你的脚趾。所以，各位未来的 U 型潜艇指挥官们。 当你们准备潜入这个充满挑战的游戏时，记得保持冷静，保持隐蔽，然后大胆的发出你的海狼咆哮。毕竟，这是一场游戏，让我们在安全的环境中享受一下那些勇敢水手们的刺激生活吧。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贝尔福宣言，犹太民族的家园承诺。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又不失幽默的方式来谈谈这个历史上颇具争议的文件——贝尔福宣言。首先， 让我们回到一九一七年，那是一个没有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甚至连电视都还未普及的年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传递一个重要消息，你可能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发一条推文或者更新你的 Instagram 故事，你可能需要写一封信。而如果你是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詹姆斯·贝尔福，你的这封信可能会改变世界历史。贝尔福宣言是一封短短的信，但它的内容却有着重大的影响。 这封信是由贝尔福写给英国犹太社区领袖瓦尔特·罗斯柴尔德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亲爱的罗斯柴尔德，我们这边开了个会，聊了聊，最后决定了，嗯，犹太人应该在巴勒斯坦有个民族家园，当然，我们也不会忽视那里现有非犹太社群的权利和政治地位。顺祝商旗，贝尔福。好吧，我可能加入了一些现代俚语，但这就是贝尔福宣言的精髓。这封信被看作是英国政府对于建立一个犹太人民族家园的公开支持。 尽管他的措辞非常谨慎，试图平衡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现在，想象一下，你是一个犹太人，你刚刚听说了这个消息，你可能会想：哇，这太棒了，我们终于有个家了。但如果你是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你可能会说：等等，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这里不是已经有人住了吗？这封信的后果是深远的，他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提供了国际支持。 但同时也为后来在该地区爆发的冲突埋下了伏笔。贝尔福宣言成为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东政治局势中。有趣的是，贝尔福宣言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它没有通过任何立法机构，也没有被任何国家正式批准。它更像是一个政治承诺，或者说是一张历史的支票，而这张支票的背书和兑现过程，直到今天仍然充满了争议和挑战。所以， 下次当你想要做出一个可能会改变世界的决定时，记得一封简单的信件就可能足以点燃历史的火花。只是别忘了，火花有时也可能引发熊熊烈火。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巨炮轰鸣维米岭战役的火力风暴。各位同学，历史爱好者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场让人耳朵几乎要报废的盛宴——维米岭战役。这场战役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转折点，更是火力展示的极致。 简直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炮弹音乐节。首先，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一九一七年，地点是位于法国北部的维米岭。这里的领地形势险要，德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防线，简直是个天然的堡垒。而盟军，尤其是加拿大军队，他们可不想就这么眼巴巴的看着德军在那里悠哉悠哉。于是，盟军开始了精心的准备工作。这不仅仅是一场战役，这简直是一场对火力和耐心的极限测试。 他们在前线挖掘了数不清的地道，就像是在准备一场地下的惊喜派对。而派对的高潮，就是那些装满炸药的地道最终的爆炸。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这场派对终于开始了。在准备阶段，盟军炮兵部队进行了长达一周的炮击，这个炮击的强度简直可以把人的灵魂都轰出身体。想象一下，超过一百万发炮弹在一周内向德军阵地倾泻而下，那场面，那声响，简直是历史上的重金属音乐会。 而当地道中的炸药最终被引爆时，那一刻的轰鸣声，据说连英国的多佛都能听到。德军士兵们在这突如其来的火力风暴中，大概是分不清是地震还是世界末日来临了。加拿大军队在这场火力准备后展开了攻势，他们不仅展现了出色的战术素养，还充分利用了火力准备造成的混乱。最终，维米岭被成功攻克，这不仅是加拿大军事史上的骄傲，也是整个盟军的胜利。不过， 虽然我们今天以幽默的口吻回顾这场战役，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这场火力风暴背后是无数士兵的牺牲和苦难。维米岭战役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但也是人类历史上血腥和暴力的见证。所以，下次当你在看烟花大会，听到那些轰轰轰的炸响时，也许可以想一想，一百多年前的维米岭，那些真正的巨炮轰鸣是怎样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三个充满历史意义的事件：海狼的咆哮、贝尔福宣言和巨炮轰鸣。这三个事件的背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力量和影响力。在海狼的咆哮中，我们体验到了二战时期德国 U 型潜艇的威力和可怕。这款游戏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潜艇指挥官的刺激体验，还向我们展示了历史上那些勇敢的水手们的生活。 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保持冷静和勇敢面对压力。贝尔福宣言则是一封改变世界历史的信件，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中东政治局势。这封信提供了对于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国际支持，同时也为后来在巴勒斯坦地区爆发的冲突埋下了伏笔。这让我们看到了一封信件的力量，以及在做出重大决定时所需要面对的挑战和争议。最后。 我们回顾了巨炮轰鸣，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火力风暴。这场战役展示了当时火力的强大和可怕，也是加拿大军队的一次壮举。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场战役背后的牺牲和苦难，它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的血腥和暴力。总的来说，这三个事件都展现了力量和影响力的一面。它们提醒我们历史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每个人对于塑造未来的能力。 所以，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们对于这些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问题？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